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空中与我们相遇。大家好，我是柔轩。在这个招商会开始之前呢，我需要大家做一件事情，赶快分享我们的视频，然后让更多人能够看见我们这个今天的每周一的这个招商 OBP 哦。所以赶快大家赶快分享视频。那我们在这个分享视频的过程当中呢，我有两个问题要问大家。在这个疫情时代的这个全球都会面临到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健康问题，就是我们自身免疫力的问题；再来就是我们口袋深不深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遇到像失业，或是放无薪假，甚至在这个服务业当中业绩不到三成，或者是暂停营业这些问题。那在这个后疫情新经济的这个时代当中，大家应该都要思考的事情就是什么样的产业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危机当中能够维持这个屹立不倒以及逆势成长的这个局势哦。所以呢，我们要在这当中，我们要选对平台，跟对团队，这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美商凯利的凯利之光要带领大家一起走向健康，健康、富足、行善、卓越的新未来。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招商分享会呢，在介绍我们的讲师之前，我们要来分享一下我们讲师他呢，他是拥有这个护理系以及化妆品应用学系双学位。再来呢，他是资深的这个护理老师，他在任学校当中担任护理系的讲师以及督导的职位。在这个担任督导的职位之外呢，还有在学校授课之外，他必须带领这些学生到医院实习护理技能。也曾担任过国家乙级、丙级美容训练讲师，也任职训局考试这个评审委员以及这个监考官等职位。目前仍是护理教师以及社团法人人才潜能开发协会社理事长，以及中国复兴党主席特别理助理，以及中华文化天命传承理协会理监事。等职位，那我们呢？用我们的双手欢迎我们的温迪老师。这个欢迎这个线上的新朋友、老朋友，还有刚刚进来评估的好朋友。在开始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凯利之光的这个 Mark 啊，这个 Mark 是我们这个将军，我们的团队顾问将军哈，绞尽脑汁帮团队所设计的，非常感谢他哈。那我们凯利之光为什么这个会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啊？我们也是跟公司一样有自己的愿景的，我们是希望能够这个打造出台湾含金量最高的钻石团队的队伍啊。除了创造亿万的商机以外，还要帮助很多需要帮助的人，需要帮助我们自己的伙伴。我们会全力和大家手拉手一起创造这个三才的人生。那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假如你加入了凯利之光团队，只要你有心，只要你敢，只要你要，只要你很勇敢的表达出来。不管你是在言语上，或是在行动上，我们绝对会全力以赴协助到底哈。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是不是玩假的哈，就是我个人加入，我从5月5号哈，跟鸿儒老师一起哈，还有这个徐理事长，还有将军四个人评估了这个事业。那因为这个事业目前在台湾啊，是还没有开始正式就是开幕的。那预计我们的上属，就我们的那个 Grace 钻石，我们的双钻石呢，他跟我们讲，再过2个月，现在公司也已经呢、啊，走到了这个行政面试的这个雇下了这个很重金礼聘的那个法律团队跑公交会哈。那就是因为什么我跟洪老师还有将军和理事长觉得这个行业可以来全力冲刺，因为台湾还没有，我们都是哈先知先觉的。所以只要你肯，你要，你敢的话，那我们就创造一个三才的人生。就是什么叫三才？就是有钱嘛，有闲，有健康，也就是不要以后我们不要再为了钱辛苦，每天追着钱跑。那我们也不要再为钱妥协了。我们买东西可以不用再看标价，然后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你所爱和你爱你的人。
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一直很在乎这个健康产业。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跟团队一起行善积德啊，然后创造一个这个很好的未来。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看哈，你会讲说，哎呀，那个温迪你讲的这么好了哈，那你们凯利之光到底有什么哈？那我在这边也要跟各位哈新朋友老朋友讲一下，已经加入的老伙伴你也不要担心啊，像我们的愿景这么样的良善宏大，那我们团队有什么呢？那就是要告诉大家，你看哈，你想想看你身边有多少朋友哈，曾经为了要捧朋友的场，硬是去参加一些组织营销的一些会员，那到最后他们都是变成了市场的难民了。为什么会变难民？因为没有地方问啊，没有人理他啊，也没有教育系统啊。可是我们凯利之光有优秀的教练，有卓越的顾问，有顶尖的团队，你来这里你都不要担心，怕就是你不敢讲，只要你敢讲你敢要，我们都一定会给啊。那所以你看呢，我们有很好的优秀的教练，像人脉整合的教练将军啊，理事长啊，洪儒啊老师，他们都很会。那产品的教练我就尽我所能告诉各位啊，那组织实际行销的这个实战的这个教练好，那后是还有这个 key 单啊，行政啊，像各位有很多今天进来的新朋友，你可能不是透过这个网络的号码，你可能是我们直播的，是不是跟我们那个 YouTube 直播，这个就是我们后台有很强的后置行政老师，我们的俊怡老师，他非常的这个地方很用心，也帮我们做了很多这个广告。所以各位今天进到凯利之光，如果上完课以后可以点这个凯利之光，你在 YouTube 打凯利之光进去订阅，你就会看到我们团队有多么样的这个完整的一套的做法哈。我们也不过5月5号才成立这个团队，那从5月8号的第一场教育训练到现在我们都没有间断过哈，是一个带状的。刚刚洪儒老师有讲135哈，这是你进来凯利之光团队你可以安心，你可以放心，你可以看到台湾以后的舞台就属于凯利之光的。以前广告记得电视上有一句话说，哎，就是那个光，就是那个光。那以后呢，希望所有的人讲到这个网络的一匹黑马，就是那个光。那个光是什么光？凯利之光哈。这个 light 的意思就是我们希望照亮更多的人，帮助更多需要的人，这是凯利之光成立的主要目的哈。在上课之前我跟大家先报告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好，那你会说，喂，凯利有什么好选择的？为什么美商那么多要选择凯利？那我选择凯利啊，我也很认同我们这个钻石总裁他讲的五个理由，那我觉得也非常好，所以我把它做成是温迪想要的哈，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哈。你看哈，我们说哈，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的这个凯利公司呢，它有一个母公司叫做 Four Essentials， 我们简称4E哈，是美国综合实力排名前五大的这个保健品的保养厂家哈，它是提供品牌链的一个厂家。所谓的品牌链就是说你在外面看到的一个小厂的一些健康食品啊哈，它不提供那个，它是提供大厂牌的。好像它提供哪里呢？ GNC 啊， Costco， Whole Food 啊，甚至香港的富商李嘉诚，他在2014年的时候带着他的团队去考察市场，他也想要进军这个大健康产业。那后来他选择了哪一家呢？他选择了我们的母公司凯利啊，那帮他这个制作了一个好，哎，你看啊，这下面还有一个哈，给各位看一下哈，刚刚这个下面，不好意思啊，这边有一个母公司的地址哈，这个地址，然后那我们有这个厂房也很大哈，有7万英尺的厂房哈，好，来你看哈，一下，再调哈，看哈。这个母公司呢，在这个他2014年去考察，然后2017年他又加码投资啊，这个李嘉诚，后来公司帮他这个客制化了一款啊，也是抗老的抗衰老的产品叫 TRU， 那 Turn 哈、啊，这款产品呢，在这个李嘉诚的屈臣氏，他的屈臣氏，他旗下的屈臣氏里面啊，贩卖了啊将近5-6年之久，那这支产品呢，就帮他个人呢。他就拿去纳斯达克上市上柜，然后赚了几十亿美元哈。所以你看后来2020年开始啊，比尔盖茨啊，巴菲特他们都还争相这个加入这个健康产业哈。这个是我们母公司的这个实力背景哈。再来呢，我们等一下。再来哈，这个公司的平台呢，我就是说觉得它的平台很重要。你看我们5月8号开始，这是第一场哈，这是我们将军。吸引了那么多人，
大家都想要健康，尤其现在疫情很严重的时刻哈，那个新冠肺炎的病人现在致死率很高嘛。我们台湾等于跟国外不一样，我们比较慢开始，那现在的正要步上高峰的时候，所以呢这个保健的食品是对我们是很重要。那它这个东西刚刚刚开始的时候有看到一些前面的引带也说它能够治疗新冠肺炎的这个哈。再来我们再讲说这个四一的这个 4E 的那个母公司，它的背景很雄厚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平台的实力和我们这个创办人的初心哈。这个创办人呢是我们的华人哈，我们林教授，那这是我们的全球总裁哈，蒂夫哈。那他们呢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呢给消费者，终端消费者，他希望给重金打造哈性价比很高的产品。那第二个，他就是说希望把这个节省下来的产品回馈给消费者，然后真正的能够在这边消费就能够赚到钱。那你要想想看为什么消费可以赚到钱哈，这个等一下我们后面的制度上面会讲。所以我们这个那个总裁呢，我们的这个钻石总裁就说，这两位创办人呢，他们是正直诚信、淳朴善良、专业可靠，而且是厚德载物的。我觉得他们也就是一个利他的心态，他不是说帮助一个人赚很多钱，是帮助所有的人都赚到钱，尤其是消费者。那大家又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市场能够撑在那里，70%-80%都是消费者，忠诚的品牌消费者，才会有这家公司一直屹立不摇在那里。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创办人呢，就是以利他的这个心态，觉得自己过得好不好一点没关系，但是要每一个人都能够赚到钱，包括是消费者哈。这一点呢，让我也很心动。我觉得说这是佛心来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创办人？他不得从消费者身上赚多一点，可是他希望人连吃客都有钱赚哈，这个让我很心动哈。再来呢，第二个大理由呢，让 Wendy 想选择的哈，它有一个独特的产品优势。大家都知道我是护理人员，所以我看这个产品呢，一定是看国际认证的权威，像这样子才可以帮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把关。我有些朋友买保健食品，他们会来问我，哎，这个好不好啊？这一排的好不好啊？这个我同样要吃那个维他命，我到底要吃 A 牌还是 B 牌？那我怎么帮他把关？我只能看认证。好，那我们这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有16项的国际权威认证，大家可以把这个拍照拍起来哈。这16项哈，这不是乱写的，每一个你都可以上网去哈搜寻一下啊。那这个最让我看到最兴奋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仿兴奋剂组织的这个哈，这个东西呢哈，就是最古老的这个英国的一个单位哈，叫英国皇家实验室哈。英国皇家实验室最开始的时候呢，跟这个奥运的这个单位来合作，来检测看看运动员要上场之前身上有没有吃这个违禁品。好，那经过这个英国皇家这个实验室验证过的这个东西哈，如果他很严格啊，他不仅是在过程上面很严格啊，那他如果拿到这个证以后，他之后还会飞行检测。所谓的飞行检测就是突击检查啦，不是说让你拿到以后，那你可能3个月5个月你怠惰下来，你就装了不好的产品给消费者。他会飞检，那他还会定期的去你的消费端哈，去你的市场买货来检查，然后把你公布在网站，而且是突击性的。所以这个反兴奋剂组，如果你买的这个健康食品有这个反兴奋剂组织无违禁品的这个认证的话，那你这个就是非常可以信任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说美国药典的这个也让我很吃惊哈， PDR 这个美国医师药典指南啊，这个美国医师药典指南呢，全世界的 MMN 只有6款在里面。好，那我们凯丽的产品就有3种搜寻到。那这个东西呢，它这个要进入这个美国药典的这个里面的也非常的严格哈。譬如说哈，我们要有这个包括使用的这个产品的有效性，要有3个硬指标哈，产品的均一性或是产品的溶解性都要非常的好，要达到这3个硬指标才能够进入这个 PDR 这个里面哈。那没想到哦，我竟然看到了，我在网络上竟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哈。这个以后我们有专门的课程来教大家如何去搜寻我们的产品，在网络上搜寻到它这个哈，这是几个16个认证，那它的标志就长这样哈，上面这个10个哦，数数也有10个，这10个呢是我们母公司 4E 的这个
原物料的产品认证啊。那这个呢是我们凯利啊，现在产品也不过四款，可是就有六个认证，你看它有多严格，而且每一款认证都是自己要花钱去做的啊。那尤其我刚刚讲的这个 informed choice 跟 sports， 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兴奋剂的奥运上选手上场之前都可以吃的一个保健品啊，非常好。所以让我这个产品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佛心来的，怎么性价比这么高？性价比就是它的精纯度浓度的意思、哦、非常高，又有这么多的认证，那就很兴奋、哦、再来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几款产品、哦啊、你看像这个青春逆龄片、啊、青春逆龄片、啊、它是美国独家生物酶解法产生的、啊、那刚刚、啊也有提到、啊这个里面呢有含这个 MMN， 那 MMN 呢它有很多形态啊，阿法贝塔型嘛，那还有这个贝塔型的才会被人体所吸收利用，那阿法型呢大部分都是化学合成的、啊、那我们这里面也含有 SOD， 那大家知道 SOD 它是一种超氧化物的歧化酶，它是在抗自由基的，所以我们这款产品呢它是先清除你的自由基里的坏的东西哈、啊，加 MMN 的时候再补充，所以这一款是先清除再补充，它并不是、哦、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就一直补充，所以可能刚吃这一款产品的时候有些人会长疹子，有些人可能会有一点痒，因为它在清除你的自由基，在代谢你的坏因子，那你可能会从皮肤从尿道从呼吸从什么或是睡眠都有可能、哦、那我们这一瓶呢、哦、就是一颗呢一瓶有九十颗，上面有很多种的认证，甚至上面有一个 QR code， 就是防伪标签，你扫描它的 QR code， 它会出现这支产品它的影片、啊、它的货号，那它的所有的内容全部的含量都在里面，但是这个是一瓶唯一含有这个18000 IU 国际单位的、啊、SOD， 它能很有效的清除自由基，那每瓶的 MMN 含多少呢？每瓶含有10800，每一颗有120毫克，那以前白藜芦醇就激活一条长寿基因，这一罐可以激活7条的长寿蛋白，那吃的方式就是口腔含片，那在这个舌下的静脉丛哈，15秒内就会进到血液，15分钟它会循环到全身，那口腔静脉黏膜这个静脉丛的吸收呢仅次于我们静脉注射，所以它的吸收率非常的快速哈。好，再来讲到的这一款是我们的这个这个是我们的益生菌、啊、然后我一直觉得说我们这个益生菌，好意思哈，好，这个藻蓝益生菌，我觉得我们这个藻蓝益生菌的名字取得哈很客气，其实我们是多矿，因为它有含有72种的微量元素的矿物质哈，那免疫调和精粹，它是在调和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免疫力的，那很多 SOD 哈，很多美容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很多那个有那个要紧实拉提光滑皮肤的，它都含有 SOD 的这个成分。我们这一条这个益生菌呢，它一条是3公克，那里面有含有那个氮气哈，氮气是一种惰性气体，它先让这些活的益生菌在里面睡觉，所以我们买回去啊，不用拿去冰了、啊，也就是放在常温就好了，不要拿去太阳底下晒，放在屋内这样就好了。像有些时候你去买益生菌，他跟你讲你拿回去、哦、最好要保持活性，你要冰在冰箱哦。那他就是没有特殊的包埋技术、啊、那你他就希望你冰着，他才不会被晒死嘛，因为我们知道益生菌是活的、啊、那我们里面呢，像我们去外面买100亿株的这个活性菌就很了不起的，我们还有300亿株11种的活性菌、哦、那更重要就是说我看到这一款的时候我很吓一跳，他竟然贴下了维他命 B3、哦、和维他命 K，那大家知道、哦、那个我们台湾的女孩子很怕晒太阳，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很爱美白嘛，觉得白就是美，那你不晒太阳的话，你身体如何转换成那个 D3 来帮你的钙质吸收、啊、那没有办法，所以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加了这个，我们老板知道我们东方人这样子，他就加了很多的这个 D3 在里面，那 D3 可以干嘛呢？ D3 的话它可以有效的促进我们 血中的那个钙哈、啊，钙这个促进的钙的吸收，那会强化这个骨骼和牙齿的生长，而且钙啊这个 D3 呢也可以促进，当我们的这个血钙不够的时候、啊、因为钙那个 D3 可以让我们的钙离子、啊、以血钙的方式存在血中，以骨钙的方式存在骨，我们的血钙有时候会不平衡，就会促进这个释放骨钙，让它出来平衡一下血钙，那就不会让你这样没有力气啊，或者是说骨质疏松啊，或者是怎么样
而且它还可以有助调节我们的神经机能，神经传导功能。如果说你看我们神经科的病人，他如果说他传导功能比较不好，医生都会开维他命 D 啊或 D3 给他吃，或是打点滴啊，或是叫他多久一个礼拜吃一种高单位的维他命 D， 里面也含有 D3。另外一个，它就可以帮助 D3， 也可以帮助我们肌肉正常的生理功能，减少我们肌无力发生的状况。那维他命 K， 我为什么又要兴奋呢？因为维他命 K 它对糖尿病的病人非常的有帮助，它可以维持除了维持骨骼的健康以外，它还可以改善我们的凝血功能。肝脏的病人的凝血功能不好的话，它也可以来吃我们的益生菌不要觉得益生菌只是肠道的那肠道呢，我们都常讲，肠道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大脑，你肠道好的话，你的吸收力好，就会传达全身。尤其是我们这11种益生菌呢，它是三大类里面含有11种，那其中有一大类，它对于女性的生殖系统、男性的生殖系统，譬如说你那个卵巢不健全的，或者是说子宫的这个有前倾的，平常的这个月经不顺的，或是压力大呢，那个就长痘痘的，对于我们的泌尿系统。譬如说老年人他到了一定年纪了，男生呢，他这个射护腺肥大的我们都可以吃这个好的益生菌，让它在我们的体内有这个菌虫产生，你要吃一段时间，你的这些症状就会慢慢慢慢的改善。那你会觉得很讶异为什么你们凯丽的益生菌有这种效果？其实本来就应该要有这种效果，因为刚提到了这个我们的肠道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大脑，那你第二个大脑都没有顾好，你身体怎么会好？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肠胃道吸收，你肠胃道不好什么都不好。那再讲到 K 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对慢性病的肾脏病的这个缓解非常有效，而且也可以缓解动脉硬化的这个情形，因为它可以那个改善凝血功能嘛，它自然就可以相对的缓解我们动脉硬化。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益生菌的时候，我说这个真的是太好了，这个就是多矿的免疫调节的一个精粹，它不应该叫藻蓝益生菌就这么简单，它有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在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含量在里面，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那口感也非常的好，我吃起来我觉得是像那个什么可可的味道，可是我家的小朋友说他觉得像爆米花，很好吃非常好吃，它大概就是早晚各一条那小朋友的话一条就好，早上就好。这个是我特别对他这个很推荐那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大家可以从这个开始好，再来的话讲到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明星产品脑力健脑力健 Lifespan 独特添加 Alpha GPC 可以穿透血脑屏障，营养大脑提升这个记忆力，全方位的大脑的保养。那这个 GPC 呢，能够穿透血脑屏障，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血脑里面呢，我们脑跟血管中间有一个薄膜，它平常也是阻止一些坏分子坏因子或病毒来感染你，但相对的它有一些保健品它也进不来，但是我们添加这个东西以后呢，它就可以 透过这个穿透这个我们的血脑屏障 BBB 简称 BBB 来营养我们的大脑。那它含有 99.92 的精纯度的 NMN 这里面也放了 NMN 所以我反正是下重金提升脑神经元的 NAD Plus 的这个水平来修复我们脑细胞的 DNA。 那也添加了藜芦醇和紫檀奇，帮助清除脑部的自由基那我们在过7月的时候有一个紫檀奇的这个产品要出来这个就是第二代的白藜芦醇，比这个白藜芦醇更强效的、更有保健功能的这个那也可以帮助神经元的修复。那还有这个儿茶素EGCG 就是儿茶素，还有七黄素等成分，能够保护我们血管，促进新陈代谢。那如果想要减肥的人就早晚吃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卡路里的这个燃烧然后可以一举多得，保养大脑以外，它还可以。就是让你瘦身，有人吃两个礼拜后那个身形都出来了所以这个东西相当好是脑力健，以后可以就是多吃这个东西的话，它可以延缓失智症，延缓老人痴呆症，预防一些脑疾病的发生这个东西相当棒脑力健。再来我们讲到第三个理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它非常的好，就是有一个公司，我们讲产品呢是公司的灵魂，那这个制度呢是我们所有消费商的
红利嘛，哈，那这个制度如果再好，产品再好，制度不好，也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网络事业，好，可以来经营。我们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我特地哈，跟洪老师商量过以后，不好意思哈，他会跑，好，特地把它倒过来讲哈，公司是讲二一零制度，让你不畏惧。那我们觉得，我们团队觉得我们要讲零一二，为什么？零的含义是什么？哈，制度是什么？零就是你是吃客啦。你是吃客，你这个我是吃客，我没有推想，我没有推荐能力，我只是消费者，也零分享，我什么都没有。那公司就送给你一个独一无二的矩阵奖哈。那但是呢，这个要假以时日，你要赶快排队，你赶快排队。然后如果说你赶快排在下面，你看了、哦、我们现在刚开始啊。那温迪五月五号开始，然后你知道我今天开后台的时候啊，那个后台啊快要800个人，也很恐怖哎、欸。一个多月的时间，后台快要800人，那这些人要干嘛？这些人都跟你有关系，以后他的消费都跟你有关系，那我们的矩阵是这样，我们的矩阵是第一层两个二的 n 次方，一共有16层，那也是看谁先赶快来卡位，然后先赶快那个，那只要不是你推荐的，只要你以下的人，你每个月只要他是活跃，他有还有在用产品，你自己也是消费者，也是有活跃的，也就是说有跟凯莉这个购买产品来保养的，你也是这样的会员的话，那以下是每个月就是给你3美元，那你看看假以时日，就我们算过了哈，如果是这样，每一个人这样子下去，那一年呢，你稳稳的大概可以拿到12000美元，没有问题哈，那不就一个月就30万左右了吗？但是这个大概要就是你自己一个吃客的话，你就是保养个一年半载啊，就会出现这个。你这个现在还开始，就是凯莉才刚开始，只要你有进来，你就会看到你的后台，那很惊人的，很惊人的一直往前走哈、啊。这个佛心来的这个矩阵奖哈、啊，令很多零推荐的人都非常的兴奋啊。我都没有看过有一家公司在市面上说你不去介绍别人，然后你公司还会送给你奖金的，现在从以前到现在只有现在看过，那以后会不会有人仿效的不知道哈、啊。目前我只看到凯莉是这样子哈、啊。再来的话，我们刚刚讲到哈零一二嘛哈、啊，那这个这边没有出来。二的含义哈，二的含义就是说我们公司是双轨了哈，二的话就是两边营运期给你了哈。啊，然后可以赚到推荐奖、分销奖、业绩奖、管理奖、钻石分红等等。但是你说哎，两边那你们也一样啊，跟别人一样，还不是要介绍两边？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不用介绍，你就当吃客啊，你就领矩阵奖嘛。好、哦，那你一也可以啊，你就说啊，我不要，我的朋友都这样，我把它放在另外一边，那不是很可怜吗？那全部都放在同一边，像我们的二星钻石 Grace 哈、哦，他只有从3月15号开始营运，就是开始经营这个凯莉，到现在也不过短短两个月的时间。他所有的人全部都放一边，他只经营一区，他也上钻石啦。现在每个月的那个，不知道能不能讲哈，反正很多哈，超过我们想象的哈，超过我们一般公务人员一个月5万块，一年60万的这个薪水哈，你看有多少？一个月哈，也不过两个月的营运的时间，是因为现在是势头上哈，所以这个一，他以身作则的做给我们看了，我们从用。你经营一区也能够上钻石，而且他还上的是二星钻，很令我的心动，非常好的一个制度。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是财富洗牌后这个卡位战的时候，那这样的超人性化的这个奖励制度呢，就是用卡位的，所以那个刚开始的来的时候，我就那个洪老师跟我讲说，温迪那里有几个人，你赶快，我就是想要帮我的朋友，我的亲人好朋友都卡位，所以我就丢了将近30个人给他。你看你不赶快来卡位的话，那你怎么办？哪有这个这么好的时机点？你看好，市面上很多人其实我们的很多朋友也都在经营组织营销，但是他们有的都不做全球，这个可能就是大陆，中国大陆的这个绩效跟台湾的绩效不能连接在一起，我在那边要重新计算，那这样我可能觉得很累，那也不必了，因为可能这样的公司也很多啊。第二个就是说，那他已经3-5年，我知道他公司很好，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机会，因为已经3-5年了，我可能也强不过那些大老鹰，那我也没有很多人脉，我也只认识两个要挺我的，那怎么办？所以现在是势头上，我就觉得说这个是财富洗牌啊、哦，下一波你白藜芦醇这个抗氧化的东西红了十几年，
那你说 MLM 可不可以红10年到15年呢？我觉得绝对可以哈。现在连那个第四台 Momo 啊，或者是东森，他们都有请明星或名人在代言这个产品。那它的精纯度有没有我们的高呢？对，我们的性价比这么高，我们的精纯度的含量都是世界权威的认证，拿出来都有东西有证书的。我们就是卖的价钱跟外面一样，所以这个的话就是很有卖点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我要这家公司哈。另外一个这个原因哈，再来，好，现在是一个消费商的这个第四个原因是超人性的消费商的制度哈。什么叫消费商？很多人都跟你讲说啊，好了，某家公司哈，什么安德哈，什么利德，他都跟你讲说，哎，你是消费商，可是消费就是要花钱啊，享受物廉价美的生东西啊，那个商呢，你是不是就要赚钱？可是有物廉价美，加会员有物廉价美没错，这我们不可否认，你要加入他的会员会比较便宜。可是你有给我钱吗？没有啊，只是说给我分数，那我一些分数只能看又不能用，也拿不到。好，那这一家就没有真正做到消费商，消费就会变成商，会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我们也知道嘛，我们人生不外乎就是要健康、财富、幸福、成功嘛。啊，所以我们这个消费商，你说我也没有什么人，哦，我很有些人就是我很会讲了一大堆，可是你知道我旁边的人他们都不加入啊，他们都被骗大的，都好害怕，常常这个骗那个骗，台湾的诈骗集团又很多，所以大家就不愿意参加，那怎么办？好，那没关系，好，这凯莉这边呢，你一样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定时的吃产品，凯莉这边也给你举证奖金，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好？我就觉得太吸引人了，太让我兴奋了这一点。再来哈，我们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一个趋势，也是一个愿景，也是一个文化。这个分享哈，我们等于是毫无这个风险哈。有些人说你这个风险很大，怎么样的？那我是觉得哈，我这个没有风险。为什么？比如说我买了一套，我给你也给了凯莉一笔钱，凯莉有给我产品啊，那我只要分享朋友就可以拥有收入，他又不是说叫我拿钱出去，像这个很多什么拆分盘啊什么的，都是数字的堆叠。我有很多朋友在玩那个，那赚钱的很少很少很少。好，那个数字堆叠的，我就觉得说风险就必须要承担风险。那这个最坏的结果就是，好啦，你拿到了产品，你身体健康了，这算是坏的结果吗？算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吧。更何况他还给我们两个营运期，一个营运期还是零，看你要选择哪一种。啊，那大健康这个产业呢，大家已经在朗朗上口，每个人都知道健康的重要，尤其在疫情过后，以后疫情会是我们的常态。那我们的分享经济，我们的直接生意，我们工作的地方都从办公室移到家里来，那我们是不是要借整合平台的资源？所以我当初跟鸿儒老师讲，我们那时候其实有四五个工作在评估，四五个事业我们想要评估，那我跟他讲干嘛你去那做那个，我去做这个，我们要做一起才会赚到钱。哎，他也很认同这个，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做一起？因为你的人脉加我的人脉就是钱脉嘛，人脉的堆叠，钱脉才能堆叠。我们一辈子活了这么长的时间，总有一些人脉，那我们的人脉是一个存款，所以叫人脉存款。你的人脉存款拿出来团队，我的人脉拿出来团队，我们一起去分享，这样就会永无止境，对不对？所以新的分享经济就在你身边，只要你敢，也没有什么好别人笑你或不笑你的。你不敢，你永远就没有办法把这么好的事业分享给别人，你也永远没有办法让别人知道，哎，你是怎么样保持健康的。我们如果不想要再看到这些生老病死一直在我们身边一直发生，我们把这个健康产业这么好的东西给别人来使用，别人来这个养生，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所以我觉得分享凯莉就像一个你的宗教，你无所求，你知道吗？你无所求就是你希望他好，你利他，然后你希望他能够身体健康，你希望他有一天身体健康了，想觉得这个很不错，想赚到钱，你也帮他。那你说你不敢讲，你看你每个礼拜一三五要上来这个，现在我不是在帮你讲吗？他来听了以后，他觉得这个问题讲的还不错哦，他讲的那哪一点我不了解，那我们在私下再讨论，或者是我们找时间再讨论，因为时间有限嘛，哈，所以我这里就是提大纲哈。那第五个理由让我选择凯莉，就是说他出现的真的是时机点哈，天时地利人和哈。刚刚我有讲到哈，一个商机如果出现5%的时候，我们就是先知先觉。那现在台湾还没有开幕，各位，
再过两个月、啊、最慢三个月、啊、我们台立就要开幕了，然后那个行政人员全部都在应征了，你如果还不赶快来卡位的话，到时候一爆发知道吗，如果每一家公司都是这样，不只有凯利，一旦公司落地以后开始营运，那个大老鹰啊 大航空母舰啊，那个人家从你小时候在娘胎就开始做组织营销的都会来啊，那个我们会做得过他吗？啊，你现在赶快进来，你在他下面那不是很好吗？你在他上面不是很好吗？他所消费的所有都跟你有关系，不是很好吗？这是一个互利共享的一个组织结构嘛。所以凯利从2020年12月份才开始运作，现在其实对台湾而言也只不过是试营运期，大陆呢那个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试营运期。那现在全球会员呢只有 只有4000个人而已，如果台湾呢、啊、台湾大概是4500吧、哦、那现在全球大概这个4000人，那如果要到的他讲的这个会员来计算的话，我们都属于那个前面的先知先觉、哦，那这个十几年前白璃如同我刚讲了嘛，他创造了这个财富第六波，那未来的几十年 NMN 就会变成财富第七波了，那你愿不愿意来这边洗牌被洗一下，洗一洗然后排队排好一点，真的是排队可以领钱哈。今天呢因为那个温迪也有一些伙伴哈，我刚讲说我找了很多朋友进来，我也不能乱讲话，我对他们也是有责任的，那如果凯利没有那么好的话，我自己没有酱油中的感觉，没有觉得他的产品好，他的性价比高，他的认证多，他的制度好的话，我怎么敢叫我的朋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爱洗羽毛的，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自己的信用都顾得非常好，那有一天我们讲的这个话这不守信的话，朋友还会再信任你吗？所以各位想一想哈，为什么将军也要来这个，为什么理事长也要来这个，为什么那么多的大老板哈都投靠这边了，大家就知道这个要赶快哈！大家今天听到你的朋友邀请你来这里听，真的是你的贵人哈！我相信哈，我们可以互为贵人哈。那就是如果还没评估好的话，今天就要回去好好的想一想哈。这个是颠覆传统的一个革命性的电商，错过了你就是一生会遗憾。我觉得别人的那个很前面开始营运的时候，像安利好了，我也觉得他有些产品不错，可是他已经几十年了。永远没有办法到他的最上面去啊！啊，那我可能是他的爱用者，我可以是他的爱用者，但是我可以在这里赚到钱吗？可能我要很认真啊，我们不能说不行啊。那个像我们这么有点惰性的，像我有点惰性又有家庭的，那怎么办？那可能就没办法啊。所以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一定要把握。你就算现在不想要的话，你也去卡个位置，就会看到他的这个改变哈、啊。那等一下告诉各位怎么卡位哈。啊，好，再来一个哈，刚刚好，好，我发一个，我用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不行哈，不行的话哈，我现在就讲这个好了啊。我们刚刚讲哈，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套组哈，一个是基础套组哈，一个是商务套组，一个是经典套组，一个是这个至尊套组哈。那我们这个基础套组有四个选项，它是最小的哈，它大概打87折美元，我们上面都是美元，我们现在来做凯利是赚的是美元哈，479块哈。我们现在没有像其他公司，他们有的是以1:32或1:31来计算，我们是浮动的，看今天多少就多少。那我们现在的28块来讲的话哈，我们消费者比较有利嘛，你乘479大概是13500到14500之间哈。那1049美元的大概是29000块，不到3万块，3万块有找。2399的这个也一样有四个选项哈。那你看我们产品很简单嘛，这几支而已。啊，这2399大概6万多哈。那2999的话，它就是大概是8万多。那这个话一年都不用再重销了，就一年搞定哈。如果你是想要来好好的卡位保养身体，然后顺便经营的话，你就选择这一个。这个的话，你一年。你有你的积分哈，现在我们还有奖金双倍送啊。怎么样双倍送呢？也就是对公平交易法它有规定，它的这个组织行销呢，它这个奖金的波比哈有一定的趴数。因为公司现在希望在台湾呢刚开始的时候给我们会员很好的一个回报，所以它呢只要消费都有送产品券哈。像这一套来讲的话，它有一个推荐奖金500块美元，500块美元大概13500的。到15000不等嘛，看费率哈。那还送你500块的产品券，你可以换产品
好，那这个也一样哈，这个你看它这个也是有这个有这个推荐奖金哈，300块，然后300块的礼券啊，这个这一套的话1049的话150块美金，然后150块的这个产品券，那这个479的话50美金，然后50块的产品券，那当然你进来的大小哈，你这个跟你领钱的这个举证的这个陈述不一样哈，这个可以私底下再请你的推荐人呢好好的解说一下哈。好，那欢迎各位哈。今天还是再度替团队欢迎您来评估我们的事业哈，我们凯利之光绝对是青年人创业最佳的选择，是中年人转业最佳的机会哈，是我们老年长者梦想最佳的时间和依赖哈。那所以呢，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聆听，那也谢谢各位哈，能够好好的评估这个事业，然后能够给你带来全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尤其是现在疫情的时候哈，以及我们的这个，以及我们的这个收入哈。那现在我们对凯利的平台的这个认知应该有些微的了解哈。那所以我们讲哈，我们在讲这个什么马云，很有钱的那个人马云，他曾经想过哈，他曾经就讲过，他说哈，你任何的行业都做过了以后啊，你还是要回头来做健康产业。在他家里面啊，4个人有3个人得了癌症哈、啊。那我们一生中都在羡慕别人，仰赖他人生活哈、啊。那也在这个嫉妒他人的成功。但是呢，这些大家都不知道，都只是心态的问题。好、啊，那我们凯利之光团队呢，会克服大家心态恐惧的这个心理哈、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就像我讲的，大声表达出来说你愿意，你敢，你要哈、啊，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哈。啊奉陪到底。那以上是我今天哈快速的分享，好，谢谢各位。好，谢谢我们的温迪老师，谢谢他刚刚的分享。那假设呢，就在刚刚分享当中是从中间才进到我们视频当中的这个新朋友或是伙伴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后制团队会将我们今天的分享的这个 OPP 视频呢，将它放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所以当我们后制团队整理好之后，会将这个视频放在群组里面，大家只要点击这个连结就能够看到完整刚刚那个温迪老师完整的这个 OPP 的5大优势的这个分享。那待会呢，假设我们等一下把这个群组放到把这个网址放到群组啊，请大家一定要帮我们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因为我里面会放很多有关凯利的一些制度或是公司背景等等的一些的影片，以及我们的所有老师分享的影片都会在上面，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哦。